既然想不到做什么，那就再100颗就好了。我保证最后100颗。来吧，莱恩斯，我先讲最后100颗，然后我不会再上头，好不好？风之谷交易群，风界平台等你加入，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链接来加入哦。我不会再上头，我觉得这100颗零的几率很大，好不好？零的几率很大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就当做凑漆黑碎片，然后我不会再上头了，不会。工程师说什么？这十组让我爽死！工程师说这十组会让我爽死！怎么一个爽法？怎样叫爽死？三颗武功吗？不会是一颗都没有吧？抽了一半才第一个广播，然后还是漆黑碎片。拜托，我愿意献祭小乐20年的阳寿，换我一颗武功宝珠就好。我先想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思考一下，我先想一下，我要用什么方式直接来。好啦，这100颗，两个目标，第一个把漆黑碎片凑满，第二个三颗武功就好。OK 哈。不是啊，我的武功咧，49片，目前漆黑碎片49片。我后面200颗共估50，好，等一下抽，等一下抽，50片啊！武功啊！椅子是这个，字形是这个，武功宝珠是这个，结束。后面200颗直接共估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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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米特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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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米特拉就不亏了。米特拉的愤怒自选箱，我们先想一下，好好思考一下，我好好思考，直接来。我先看是不是在消耗栏，如果是消耗栏的话，那就是大奖。消耗栏。结束，鸡胸肉，消耗栏，消耗栏，无法阻止的米特拉，呀嘞呀嘞，王啊嘞是，现在先洗吗？林老师嘞，动作你被亏银行哎呦啦哈，等我。还好，有没有一个更残忍的事情？但是有没有可能有敏捷？敏捷？敏捷？完了！如果是智力的话，高几率上面是两排魔宫。但是我相信我这一次不一样了，连个大双都没有，是三小啦。不是老哥一百颗了呢？敏捷，敏捷，敏捷！啊嘞！来啊！最好他妈给我大烧魔好了啦！大双啊，十三十就好。敏捷。他妈的，不要给我智力就好，敏捷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魔宫吧？等一下，这魔宫吧？我靠！要假克斯假到底耶！你即马收看的是台湾人的电视台。来啊，不遮啦，不遮，不遮，不遮，男士，来正面对决。敢不敢把力量换成蜈蚣？有了，有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